未来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合作、共同发展的机会？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。台湾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想了解，找不到渠道，找不到平台，他们只能自己在网络上去摸索。那我觉得说，我们一旦把这种形式推得更广，不只是 HE， 甚至是更多的，比如说我们说汉服文化也好，各种各样的，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实在是太庞大了，太丰富了，它绝对有更多的面向可以去推广这些东西。台湾的青年朋友就有机会来到这边，用你的眼睛直接看，用让你直接来这边体验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不要空想。对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。